元魂丹，百年之前是种在棒人身上。彩丹，历来是胡家子弟最重要的考试。取得元魂白丹者，可谓一等九尾狐仙。 这就是我的棒呀！啊，疼啊！真的？你不害怕？我从小啊就喜欢这鬼怪妖魔的戏本，没想到还能遇到狐仙。你也是赶考啊？不过咱俩结伴吧。你也要考试啊？实施方式不一样而已。 那你陪我赶考，等你考试了，我也为你做点什么。妍姐，我来了。 是知己好友了吗？